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你别笑。哎，老板，别吃出不要了吧？提个垫子，我是大马猴。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。老板娘太小气了，记得给我减价。老板，送我个鸭嘴兽，给个面子，我是大马猴。做网红至少，老板娘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送我个虾钱。哎呦我的妈！给个面子，我是大网红。哎，送你了。老板娘太小气了，记得给我点赞。哼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板，这仙人掌不要了吧？给个面子，我是大马猴，早说嘛，送你了。做网红这场，老板记得给我点赞哦。我不点，那不就是吗？老婆，鸭子把花给你打碎了。点鸭嘛，可不像好人呢。夜凉渐冷，心似水。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一点。败家仔！我操！老婆，估计把红酒打碎了。点牙嘛，可不算好人了。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一点。败家仔！老婆，兔子把玉如意打碎了。点牙嘛，可不算好人了。夜凉渐冷，心似水。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一点。败家仔！我操！老婆，白头鸡把电视机摔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点牙嘛，可不算好人呐。夜凉渐冷，心似水。家里还有婚纱照，回去把它摔了。败家仔！我操！老婆，你让他把笔记本打碎了。点牙嘛，可不算好人。夜凉渐冷，心似水。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一点。败家仔，我操！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你别笑。老婆，把你的魔镜摔碎了。点牙嘛，可不算好人呢。看一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。我操！老婆，山羊把花瓶打碎了。点牙嘛，可不算好人呢。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一点。我操！老婆，鲶鱼跳出来把浴室打碎了。点牙们可不像好人呢。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。败家仔，我操！老婆，我是把你的毛巾摔碎了。点牙们可不像好人呢。都是。旧手机放到最近榜上和我的转转 APP 换钱不香吗？他们家回收价真是高，我一台很老的华为手机都卖了2000多，还有人免费上门售后，家都没出去把手机卖了，真是赚到了。再刷一点。败家仔！老婆，臭叔把花瓶打碎了。点牙嘛，可不想好人呐。我给你推荐去最榜上我的那个转转 APP， 他们家回收价格真是高，我用了2年的苹果手机都卖了4000多，还有人免费上门售后，家都没出去把手机卖了，真是赚到了。再刷一点。败家仔！老婆，小白马婚纱照摔烂了。点牙妹可不想好人呢。看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。败家仔！我操！老婆，山羊把花瓶打碎了。点牙妹可不想好人呢。看家里还有什么宝贝，再刷一点。败家仔！我操！宝贝，画猫。老板太傻了，下次再骗你。
连粉丝都骗，操！钓鱼画吗？老板娘太傻了，下次再骗你。连你粉丝都骗，操！怪画吗？还怪吗？太好吃了，下次再骗一个。我操，连粉丝都骗，关注个锤子哦！还怪画吗？还怪吗？太好吃了，下次再骗一个。我操，连粉丝都骗，关注个锤子哦！老板，把清道夫给我，给个面子，我是大网红。做网红就是好，老板娘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哎呦我的妈！海螺画吗？这什么鬼？老板娘真傻，这就骗一个大的，连粉丝都骗。我操！金鱼画吗？水游退货吗？我操！海蟑螂画吗？咬不动，退货！退个锤子！我操！阿斗罗画吗？老板真傻，居然相信光。哎呦你妈！送你个锤子哦！我操！螃蟹画吗？老板真傻，玻璃都相信，连粉丝都骗。我操！老板送我个螃蟹，给个面子，我是大网红，送你了。做网红是好，老板娘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哎呦，爸，送我个牛角，给个面子，我是大网红。做网红就是好，老板娘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送我个牛角，给个面子，我是大网红。哎，送你了。做网红就是好，老板记得给我点赞哦。哎呦我的妈！东兴帮画吗？给个面子，我是大马猴。老板真傻，这次就骗一条大的，连粉丝都骗。我操！挑战一天只吃发菜，早上起床把焦糖淋在发菜气球上，戳破气球，做一个发菜糖碗，早餐就吃一个发菜糖碗。中午用热油淋发菜，做一个悬空发菜。午餐就吃一个悬空发菜，加发菜汁。晚餐把发菜放在开水里，做一个发菜糕。晚餐就吃一个发菜糕和凉拌发菜。又是发财的一天，挑战一天吃空气。早上起床，先来一个新鲜的富士山空气罐头。到了中午，就吃一个呼伦贝尔的新鲜空气罐头。太舒服了。到了晚上，就在外面用袋子铺一袋洗米粉，先吃一半，另一半留给明天早上做早餐。又是饿肚子的一天，挑战一天只吃香菜。早上起床，把香菜打成丝，放入面粉里，做一个香菜包子。早餐就是香菜包子配香菜。中午把香菜打碎，做一个香菜棒冰。中午就吃一个香菜棒冰和香菜汁。晚餐用香菜汁做一个香菜饭，晚餐就用香菜送香菜饭。
又是香香的一天。挑战一天吃透明的食物。早上起床，把马铃薯和马铃薯粉放在锅里煮，铺成薄片，放在烤箱里做一个透明薯片。早餐就是一个透明的薯片和透明的空气。到了中午，用透明饺子皮做一个透明饺子。午餐就是一个透明的饺子和透明的鸡蛋。到了晚上，用芦荟和西米做一个芦荟西米露。晚餐就吃一碗芦荟西米露。又是美美的一天。这个是个宝贝。冷藏三十分钟。一个字，真香。挑战一天只吃鱼。早上起床，把鱼鳞放到锅里煮，过滤汁水，做一个小熊鱼鳞冻。早餐就是个小熊鱼鳞冻。到了中午，把鱼骨放在石板上烤，做个香辣鱼骨。午餐就是个香辣鱼骨。到了晚上，鱼鳞沾上鸡蛋，裹上面包糠，放在油锅里炸香，撒上椒盐，做个椒盐鱼鳞。晚餐就是个油炸鱼鳞。真是舒服的一天。一天只吃蔬菜。早上起床，把扣肉放在模具里，做一个扣肉冰棍。早餐就是个扣肉冰棍。到了中午，把煮好的小龙虾放在模具里，做一个小龙虾冰棍。午餐就是个小龙虾冰棍。到了晚上，雪糕放在石板上，撒上辣椒，做个烤瓦片雪糕。晚餐就是个烤瓦片雪糕。Thank you。又是冰冰的一天。挑战一天早上起床，取出水龙鱼的龙筋，扎上银针，放到炭上烤，做一个银针烤龙筋。早餐就是个烤龙筋。到了中午，把骨头锯成小块，放在炭上做一个烤骨髓。午餐就是个炭烤牛骨髓。晚上天黑，把鱼骨放在石板上烤箱，沾上巧克力，做个巧克力鱼骨。晚餐就是个巧克力脆鱼骨。一个字，真香。挑战一天只吃臭的食物。早上起床，先来一块蓝盆奶酪。到了中午，就来一罐传说中的鲱鱼罐头。好咸。到了晚上，就用臭豆腐沾着鲱鱼罐头汁水吃。Thank you。真是有营养的一天。挑战一天只吃花。早上起床，八月瓜沾上面包糠，放在油锅里做一个油炸八月瓜。早餐就是这个油炸八月瓜。到了中午，把西瓜打成块，削成切成丝，倒入模具放冰箱，做一个西瓜冰棍。中午就是个冰棍西瓜。到了晚上，把葫芦切开，把药取出来打成汁，加入后悔药做一个葫芦羹。晚餐就是这个葫芦羹。一个字，真香。早上起床，把焦糖淋在碗上，用手拔起来做一个糖罐。早餐就是焦糖糖罐。到了中午，把花糖放在锅里煮融后，放在模具里做一个手势糖。粉丝先吃。到了晚上，把糖棒棒糖碾碎，捣成粉末，放到棉花糖机里。晚餐就吃一个棉花糖。一个字，真甜。一天吃黄色食物。早上起床，把黄米糊用漏斗滴到冷水里，冷却成型，做一个黄色小蝌蚪。晚餐就吃黄色的小蝌蚪。到了中午，泡面沾上鸡蛋液，用热油把泡面油炸悬空。午餐就是个红色的悬空泡面。到了晚上，把榴莲塞进大肠里烤至金黄。晚餐就吃榴莲大肠。又是拉稀的一天。挑战一天只吃蓝色食物。早上起床，把蓝莓打成汁，放锅里烧开，要用一日上面粉，然后蒸桶里冷却。早餐就吃这个蒸桶果冻。到了中午，把莲藕切成外星人形状，加入蓝莓果汁。午餐就吃这个外星人莲藕。到了晚上，把板蓝根放到泡面里一起煮熟。晚餐就吃这个板蓝根泡面。
又是长哭隔壁小孩的一天。这个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这个是个宝贝。一个字，真香。这个是个宝贝。冷藏十分钟。这么大一个箱子是什么啊？为了感谢690万粉丝一直来的支持，我跟冰冰都争取了好久，终于腾出一千台全新奥博飞机上手机，性能强，拍照效果好，只要一折100元，额外给你们优先享的机会哦。还可以优先享，这么好？当然，优先享链接我放评论区了，你点下还能看到这个链接，就还有获得可优先享，赶紧去试试吧。大家就花2秒钟点点链接，错过了别晚上睡不着觉了。粉丝先吃，先试最原味的。很小气，一个字，真香。